来吧，又是黄鸡上单。我来了，黄鸡是上单吗？啊，上单。黄鸡现在很火呀、啊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老是黄鸡。这波不搞他，你跟着我，我们去反红。行啊。嗯，这个红你吃，蓝我吃，好吧？可以。啊，别，你先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别过去。蓝。你还要反个红再反个蓝呢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昨天那个蓝我吃，红你吃，这个意思。三十多。隐藏分怪物，他说我们吗？啊，他说我们俩。哇，现在隐藏分这么高吗？我们白金排上他的大师钻银排。大师不是每天都有吗？每天每把都有大师。哎，大师算个屁呀，大师。再多赢几把就排王者了，走，跟我来，贴墙走，贴墙走，不要往右边走，我帮你打，我来砍，可以。OK， 砍吧，俺俩一人扛一下。OK， 我走了。好吧 ，OK。OK， 我帮你，你插了眼那就算了，下次我来插吧，我插 F6 这里。下回你插。嗯，你那个眼看不到。对面豹女人傻了，豹女估计人傻了。你没漏兵吧？现在没漏经验吧？没漏，没漏就好，没漏就好。我中路会漏一点，但上路应该不会漏。换了得了，换了也赚。可以，豹女没拿到助攻就行。他没拿到助攻，他还没吃到兵线。嗯。我还没交闪，真的挺好。这就很舒服了。有红 buff 对线是不是就更舒服一点？那肯定的。那有个红 buff， 他连线他都碰不了。我中路也没有压力。他怎么连线都没打呀？他不敢打呀。推出来，小鸡鸡。想吃车？OK， 放你的下午回家了。这波线卡得很好。吃波线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就非得要干一下子呗？不让我好好吃馅儿，你他妈！
还行。哎，我中路亏了呀！妈，为了搬他们，我中路亏了。你这波不打他，他就不让你吃线，他就在那扎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打他，他就跑过来耗你血，你还能让他耗你血吗？你是想憋憋屈屈的吃线，然后让他耗你的血，还是想直接给他干飞？那能受这气吗？我他妈不吃了，我吃点经验得了呗。来来，准备一下，60秒之后再去反红啊！行。自己算好时间。哎，中单 miss 了。加速！哎呀，我靠！砸了我两下，不过没事，又赚了。我马上到。OK。我扔个 Q。哎呦，没减速到。你去反红吧，你去反红。有点可惜。我被吹了，被吹起来了。我自己打就行，我能打。我帮你打一下，我就走。我打一下，我就走，好吧。我再帮你打个 W， 快一点，因为豹女要来了。我对兰兰还是好的呀。哎呦，干他！没事，交给你了，我跑了。哎呀，他有闪是吧？他想交闪。他没闪，他没闪。那个亚索闪现还有60秒，跟我他没闪，他斜着走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螃蟹呗，斜着走。横着走啊，螃蟹是横着走。回家了。亚索闪现还有60秒。你瞅瞅，你再塔下吃兵，他鸡巴就戳你，他就一直戳。等一下，我中路退波线，我来帮你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他跑不了。这个血量要回了，我回家了。要不你去打亚索，你打亚索吊打吧。你说不用就不用。不对，我感觉我们俩挺顺的，怎么才10-11呢？下路死了很多次啊。下路啊，下路加起来死了6次啊，已经很多了。还好吧。俺老孙可会欺骗你下党？哇哦，打得不错，兰兰。被你发现了，哎，我本来寻思这一波就随随便便的小杀一下得了，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我看到了。被你发现了。我操，不下路！来帮你炸了的。希望他们能出过几招。前进！
哎，如果黄鸡放大了给我推进去，我那 W 能不能穿它那个兵啊？现在能穿吗？能，能穿过去，下回我就直接放。什么意思？Nice！我操，这也行？什么意思？你没有这个人居然没死？回家了，这波打完很舒服。不好杀，不好杀。哎，我操，这么远吗？这什么距离？我把下路抓了一波。猴的大招冷静时间还是太长了，削弱了，再少十秒钟就能滚雪球，再快点。走，他的红 buff 找他，你也过来吧，兰兰。你来了。这还需要我去吗？不需要了吗？不需要了，要，他没有大，哎，杀了，我吃点塔皮吧，这里头有个针眼，你能帮我排了不？我回家了，我要回家。那行吧，那你回家。哎，来，救一下，来，我操，他居然追过来了，可以。能不能让我吃个塔皮？我到现在我这一层没吃着啊，我就想吃一层，就这么费劲，有点费劲。他俩应该不敢抓我。这也敢抓？这里有个辅助，堵他一下，堵他一下。可以，我来堵的。不用来了。早说呀！你一走，他偷偷的吃掉了肚子。小手并不是很干净啊。我去反他主 F 六，哎，我操，没有了，这把拿下了，这把三条路都是优势，对面差不多三票了，分已经有了，但游戏还没结束。蓝 buff 要不要？缺不缺蓝？要的，帮我打一下吧。我拉后了，杀了，这还敢带？你让他过来我这里。哎，就直接追他得了，就完事了，交给你了。他死了，没问题。
我就在这里等他，我们前后夹击，他无路可走。我发现跟他们玩是真没法补兵，就得选那种推线快的英雄，根本也不让补啊。这些人他老硬吃，你说他硬吃，你不杀他，你杀他你就别补兵。你是想杀人还是想补兵？前后夹击。我操！真敢呐！哈哈，赚钱了！这个帮你，你也是真敢。他好乖呀！我肯定敢呢，他没技能，他杀不了我。我半管子血，他上哪能秒我去？那轮着妈不来，他不死了吗？我往前面走，我就是让他觉得我有点呆，明白没？他故意给他露个破腚，给我来个轮着妈。那轮着妈不补那一百点伤害，他根本他就打不死我。这个沙环往哪里走？我助攻都没有啊！有的人他就不信啊，他就在那里对对对。你对于这个伤害的计算呢，还是不太行。怎么他们老是闪现赚钱啊？谁？我们的那个辅助呀，开塔开塔，我直接了。谁在装逼吗？下来可以上，不要跑。我送到你面前了。行，送我嘴里来了。那必须的呀。那我必须得杀一个。而且就那么一丝血。我们把塔拆了吧，没人过来的，拆了吧。可以，把二塔拿了。塞纳已经看呆了。哎，再拆吧，还可以拆。可以拆。你等一下，留个 EAQ， 来来来，跟一下。走，坐飞船走了啊，来来。坐飞船了，我也坐飞船。啊哎哎，那个没血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下。不等，来来来，打个红吧。伺候，对对对，伺候。好了。哎，杀了他吧。好像可以等一下。那鸡，来来一波前后夹击。来来来，我先大招炸一下，交给你了。我来杀就可以。他还想换我。一百块。他怎么二杠十了呀？这个鸡。都怪你兰兰下手这么狠，这把游戏打完他可能就不想玩了。选的英雄不行，他这种英雄上单他怎么能行？玩了六百多场，昨天也有个鸡，那把玩的什么来着？那玩大树。对，最后一把，倒数第二把。没错，你努力就能跟上了。这把其实这个打野玩的不错的。打野玩的还行。主要是我们把对面打野红弄掉了，他很难受。但这个打野跟你比，我说实话还是差了那么一小点。那一小点。没有得到我的认可。可以，来吧。我们是二塔吧？二塔六百块钱，七百块钱。你们去中也行，我拆塔。这个塔是六百五，二塔。他地打了，那不推了。来，上高地。
包子有点黄啊，虽然我不明白他黄的是有那么点道理啊。有个钉，我就冲上去了呀。有个钉，哎呦我操！给我勾引了。给我勾引了一波，没想到这个钉啊。大龙都打掉了吗？有点道理吧，有那么点道理，但道理不多。直接可以播了。啊，95的 CD， 飞门，你知道装备伤害好高呀，一个 Q， 估计一半血就没了。你说我闪现杀他不？反正游戏也结束了，不闪。大龙谁打的呀？我去泉水来个几何桶，把这个暴女秒了。来了，看着。行，来了，我给你一个第一视角。哎，我被那个了。拆塔，拆塔，拆塔。我不拆。我操！我差点死了。你这想抢我 MVP 啊？不是 MVP， 我这不给你个舞台，让你有个机会吗？不，你这就是想抢 MVP， 我一眼望穿。我这 MVP 抢不着，我这死的太多了。完了，是中单的啊，不是打野的。打野死的少。打野就死了三把呀，你死了一把。对啊，我就死了一次。你怎么不是 MVP？ 我是死的最少的。不太应该。他人头多。这个版本。